的是巫师，这礼拜配法师。但是杨敬敏为新北国王首开纪录。但六连胜期间，赛前高国豪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提到，其实球队差别最大就是打球的信心方面。篮底下林锦跳得高，拿下这个防守篮板，把球往前给阿美战士，有个跑篮机会。哇哦，前面的七分呢，全部都是集中在前面快攻机会，也是杨敬敏轻松的摆进两分。前面四次的对决是两胜两败，今天打完之后，两队就要等到5月15号才会再进行本季的第六度，也就是最后一次的交手。杨敬敏开赛目前个人是有9分进账，没有摆进。他今天的投篮的状况比较糟糕啊，在开局。杨敬敏的三分球来了，如果他投进的话，绝对不会有这个传球这么快外围空三分球。左边底角碰到了简佑哲，也有配合了一下，但高国豪这个手肘的确是出去了。目前罚球次数破百的两位选手都在这场比赛，很容易上罚球线，要不要考虑戴个袖套？一个出手机会，再给到阿敏，再投一个三分球，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在第三。戴维斯做一个侧应，阿米来一个稳定的中距离，这空间掌握的不好，重新再来一遍。底线杨敬敏的跳投三分球，当然刚刚很可惜啊，因为这个球给到基本上就一定是两分放进口袋。8-4、6-9、15分差。哇！杨敬敏接球后的马上出手，下球都拨了一下。发生失误，前面快攻机会，四个打三个，好球！决定自己。